大家好，欢迎来到利用形式词句子学习英语词汇第11期视频。本集视频包括10个句子，18个形式词。句子的编号呢，也从一位数来到了三位数。我一共造了4400多个句子，照此推算呢，要做大概500期视频。路漫漫其修远兮啊，给点个赞，鼓励一下吧。本集词汇是上一期词汇的延续。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已经看了词汇和句子的关联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重复，直接来看句子。句子91包括两个形式词 determined 和 terminate。 determined 决意做，坚决的。 terminate 终止，终结。我们来看句子。He was determined to terminate his marriage by litigation. 他决意通过诉讼结束他的婚姻。Litigation 就是诉讼。和他相关的词呢，也会出现在后边的形式词句子里面。毛阿敏在一首歌里唱到嘛，聚散皆是缘。所以相守的时候要互敬互爱，分别的时候呢，也不要施加伤害。好，我们来看后面的句子。句子92包括两个形式词 discriminant 和 determinant。 discriminant 判别是可知辨别的特点， determinant 行列是决定性的。我们来看句子。 The discriminant of the polynomial is the following determinant。 该多项式的判别式是如下的行列式。这儿就是一个二次方程判别式的例子。这个句子取了这两个形式词的数学含义。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我发现在国内的英语教学中呢，数学词汇出现的非常少。如果你希望能考雅思和托福到西方去留学，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数学词汇是非常有帮助的。句子93包括两个形式词。第一个 germinate， 第二个依然是 terminate。 germinate 发芽、萌生、产生。我们来看句子。 When the saffron seeds began to germinate, the seed analyst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lated data until she terminated the germination test. 藏红花的种子开始发芽时，种子分析师就开始观察并记录相关数据，直至发芽试验结束。这个句子里面有个 germination， 就是动词 germinate 的名词形式。这张图片呢，显示的是藏红花正在开花的样子，非常漂亮。这张图片清晰地显示了藏红花的花蕊，把这个花蕊取下来，就是名贵中药藏红花。伊朗出产的藏红花品质不错，如果你有机会去伊朗，可以买一点藏红花，同时呢，可以尝一尝当地很有特色的藏红花米饭。句子94包括两个形式词，第一个呢仍然是 terminate， 第二个 term， 期限、条款。我们来看句子。Some contracts terminate automatically at the end of a specific term or upon the completion of certain events. If one party has breached a material term of the contract,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有的合同在特定期限末或完成某些特定事项时会自动终止。如果一方违反了某条实质性条款，合同也可以被终止。句子里面 term 这个词呢，分别用了词汇表里的两个意思。当然 term 还有术语啊、学期啊这样的意思。签合同可一定要看仔细，尤其是字体特别小的那些 terms。 句子95包括四个形式词，除了前面讲到的 germinate 之外呢，还有 germicide、
Germany, geranium. Germicide 就是杀菌剂、消毒剂。Germany 是德国。Geranium 是老鹤草属、天竺葵属，是一种植物。我们来看句子。This germicide made in Germany will cause geranium seeds not to germinate. 这种德国产杀菌剂会导致天竺葵的种子不能发芽。天竺葵属植物有数百个品种。在德国呢，这个天竺葵啊被很普遍的用来装饰窗台。这会不会是因为 geranium 和 germinate 是形似词的缘故呢？完全有可能哦。不管怎么样，我们从 germinate 入手，这几个词呢就不容易忘记了。这些词长得像，但是呢各有各的来源。像 germicide 就是 germ 细菌，加上一个表示杀死的后缀 side。 Geranium 呢它又叫 Chrysobel， 源于希腊语鹤，字面意思就是鹤的鸟喙。因为这种植物接种的那个顶端呢特别的细长，就像那个鹤的那个嘴巴一样。句子96包括两个形式词，第一个呢依然是 geranium， 把 geranium 中间插一个 m， 变成了 germanium， 是一种元素锗，它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材料。目前中国锗的产量占全球锗产量的 70% 左右。我们来看句子。 Are geranium plants rich in germanium？天竺葵的植株中富含锗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造这个句子呢就纯属好玩，让我们记住词汇。在上一个句子里头呢我们提到了 Germany， Germanium 其实就是拉丁语的德国的意思啊。锗这种元素呢是德国的温克勒发现的，他发现了这种新元素以后呢，他就以德国的拉丁语名称给它命名，就叫 Germanium。句子97包括两个形式词和一个同根词。Illuminate 照亮启迪。Eliminate 消除去除杀死除掉，尤其是以比较冷血的手段把人干掉。Illumination 就是名词照明照亮。我们来看句子。His words illuminated my heart and eliminated my dread. 他的一番话照亮了我的心灵，消除了我的恐惧。人们常说嘛，话是开心的钥匙，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说正能量的话，少说负能量的话。在清朝有个小说叫《老残游记》，里面提到了一个口过的说法，就是说呢，一个人嘴上太恶毒了，尽管一辈子没做什么坏事儿，等有一天到了阎王爷那儿，也会被扔到油锅里炸的。所以我们说话呢，能不能 illuminate 别人的心灵，还倒不那么重要，千万呢，别把人家的希望、人家的自信都给 eliminate 了。句子98包括两个形式词 illuminable 和 illimitable。Illuminable 可被照明的，能启迪的，可教导的。Illimitable 无限的，无穷无尽的。我们来看句子。If you have faith that your child is illuminable, his her ability will be illimitable. 如果你坚信你的孩子是可教导的，那么他的能力就会是无限的。我们上一个句子刚说了，不能恶言恶语，在教育孩子方面呢，尤其要注意，坚决不能说讽刺、挖苦甚至侮辱性的话，像你怎么这么笨，这样的话呢，永远不要说。句子99包括两个形式词 ，numinous 和 luminous， 外加一个同根词 luminosity。Numinous 神秘的不可思议的， Luminous
发光的、闪光的、聪明的。luminous 和前面的 illuminate、illuminable 都是同根词。luminosity 名词，发光、发光体。我们来看句子。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 magician placed his numinous finger against Elliot's forehead, and her head became luminous. Then she came back to the human world. 影片的最后，魔法师用他神一般的手指放在了艾利奥特的额头上，他的头便开始发光，紧接着回到了人类世界。脑袋发光当然很神奇了。所以他的脑袋变得 luminous， 自然就非常 numinous。 句子100包括两个形式词 culinary， 烹饪用的、烹调用的。 luminary， 名人、杰出人物。我们来看句子。 Julia Child, one of The three authors of the book 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 was an American culinary luminary. 掌握法式烹饪艺术一书的三位作者之一茱莉亚·柴尔德曾是美国的烹饪名人。现在的网上烹饪名人非常多，当我们遇到什么吃的不会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到网上去找 culinary luminary， 看看呢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的饭菜做的美味可口了，这两个词儿也就记住了。视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句子，加深一下印象。He was determined to terminate his marriage by litigation. The discriminant of the polynomial is the following determinant. When the saffron seeds began to germinate,The seed analyst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lated data until she terminated the germination test. Some contracts terminated automatically at the end of a specific term or upon the completion of certain events. If one party has breached a material term of the contract,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This germicide made in Germany will cause geranium seeds not to germinate. Are geranium plants rich in germanium? His words illuminated my heart and eliminated my dread. If you have faith that your child is illuminable, his ability will be illimitable.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 magician placed his numinous finger against Elliot's forehead, and her head became luminous. Then she came back to the human world. Julia Child, one of the three authors of the book 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 was an American culinary luminary.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儿。感谢收看，咱们下期见。